喂，马都发 flop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Fogo 啊，我而家咧个位置就喺西藏呢度。咁我受到 Honda 嘅邀请啦，就测试佢呢部 Honda Magic 5 Pro 嘅机啦。咁成条片咧都会用呢一部手机嚟到拍摄嘅。咁我而家要做啲乜嘢呢？做我最中意做嘅嘢，撞刀专门店。呢度好多板，我嘅心脏啊，我嘅心脏啊，你睇呢啲，你睇呢啲，哇！佢全间嘢都系嘅，而老板娘咧，我讲楼上系会更加多，哇！哇！子母刀哦，这是里面还有一把的，这都不看一眼的吧？放开，放开。那个子母刀在这里，整一把，是食肉用的，这把就不用来洗，只抽的，拿它出来之后，啊，这个太小了，我先放下。这个我不喜欢太大，我再看看。全部刀咧，就算佢冇开封都好啦，你都唔可以拎入机场，寄翻澳门或者寄去香港，都系收800蚊。买一把刀又系寄800，买两把刀都系寄800。买十把嘛，买十把你咪悭8000。咁啊太过分，两把啦，冇计，佢天要我买两把，呢计系天要我买嘅。放唔到手啊！黐住咗啊！哇！哇！后边嗰只马，尼泊尔军刀，等去尼泊尔先买。呢叫尼泊尔军刀。暂时我见过所有个柄咧，最粗犷嘅一个柄，佢就咁攞个骨头插落去。但唔得喎，呢把拎翻去，一定比 Cookie 同毛毛咧，我的狗会穿得我的裤子。呢一把咧系佢哋专登订嚟镇宅嘅，米3长嘅藏刀。你睇下佢啲细节系咁样嘅，有好多嘅佛喺度跳舞。有我啱啱问咗老细藏族人点掹刀啊，睇戏系咁样掹啊嘛。佢话藏族人咧系好爱好和平嘅，佢开刀咧刀刃一定系对住自己掹。代表唔杀生，佢啲手指位喺呢度噶，见唔见到啊？即系代表系俾你咁样揸噶，一揸你刀刃一定向住自己，一掹你就唔会伤到人，你点都系伤自己。哇！花面向上掹刀，刀刃一定会向自己嘅，见唔见到啊？哦，对唔住，讲到嘢好高潮，我望好闪啊！你唔好以为我谂对白，好闪啊！有些人会问，喂，咁你现西藏人都好多王朝会打仗噶嘛？咁打仗嘅时候又点样啊？我谂刀刃对自己啊？唔系呢把咧，系真系古董嚟嘅。老细专登开柜攞俾我，佢话打仗嘅时候见到呢度有个牛皮绳啊，呢度有个绳啊。西藏人孭刀咧就唔系咁样孭嘅，西藏人孭刀咧，佢哋就孭喺前边嘅，佢一掹咧，把刀刃咧就系对住敌人噶啦。就是对敌人的了，喂，你回到屋企啦，你冇敌人啦，点算咧？你见唔见到佢有另外一边个圈啊？佢有另外一边个圈喺呢度，
回到屋企，佢再拆翻绑翻另外一边，就咁样，你一掹刀刃就对自己啦，见唔见到？咁有讲究嘅刀刃向边边，佢哋都要研究埋，因为佢哋嘅宗教同埋佢哋嘅民族特性。到计钱嘅时候，一二三四，多少钱啊？啊，希望便宜一点啊。5000韩，老黄子啊！呢度买刀咧，就要好似咁样喺个镜头前影低咗相先，之后先至俾你买嘅。如果唔系咧，惊你攞把刀去做啲唔知乜嘢奇怪嘢啊！确保呢把刀系你嘅。但系我想讲。会预演到高潮咁样，这个能重拍吗？这个很阳衰嘅，嗱、啊，这个帅多了。买就买完啦，我哋一个月之后澳门见。咁而家咧就试埋呢部机嘅 AI Motion 同埋鹰眼相机系统，乜嘢嚟嘅呢？就系、是、你自拍嘅时候望住部机。一笑，佢就会影到，同埋或者你做啲好大动作嘅嘢咧，佢都可以影到，堪称为呢个独自拍照嘅神器。诶，揸住佢。亦都俾大家睇下我哋间酒店先啦。佢有一个叫做夜景模式嘅东西开嚟俾大家揿揿。我哋拉实玩完睇完刀之后咧，我哋就一嘢跳过去勤操院睇下啲野生动物。哎，经历咗呢个拉实日月夜之后咧，跳一跳就嚟到呢个操勤院啦。操勤院系咩地方呢？佢有呢个野生动物天堂之称。你见到后面咧，有好多人喺度放牧紧啲羊啊、牛啊咁样。好想试下呢部机，佢个扫面功能究竟系有几犀利？都好远嘅，我哋就送送过去，送爆佢 ！Oh my god！ 咩多啊？吓，远啊！再大啲，再大啲，我影张相先帮佢，可以好大噶喎！哇！我先睇咗，但系呢部机有个微距啊嘛。Look at that shit！ 见到堆羊屎咪俾大家，大家有冇见过羊屎嘅纹路啊？我哋俾大家睇下。好嘢，你啊你啊你啊，不遮盖住太阳啊！哇！玩了玩了啊！阵间咧，都唔知出到几多街吓，咁啊，去影翻啲羊样俾大家睇下。咦，前面有近乎一人。Hello。唔得啊，惊啊，见到我啦，走晒。哇，好耐咧。都冇用过电话嚟到拍 vlog 啊！当然啦，科技嘅嘢日新月异啦，但系屋
估唔到，发展到而家电话咧拍嘢，啲功能系咁坚咁齐全嘅，又 zoom 又微距。上车啊！上车啊！一二三，试啊！嚟到呢个 vlog 嘅最后一站啊，我带大家睇下呢个叫做当野翁错啦，其实就好靓嘅。大山大湖涼，錯係即係湖嘅意思啊！點樣噶？開個廣角俾你睇先。诶，咁今日呢条片咧嚟到呢度就完噶啦，呢、這个都算系一个叫做西藏旅行片嘅一个前导片啦，俾大家睇睇啦。希望大家中意正式嘅西藏片，好快就会同大家见面，我哋拜拜。